这是一种会议技术，它的名字叫 Wallet Workspace。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实现能无纸的会议环境，你可不用浪费时间你打印出文件。它首先我来演示一下它是怎么运行的。你可以这里如果有个人建立一个会议室的话，可以要发送邀请到参加到那个会议室，这样的话很多人能同时参加会议，最多一网络只要稳定的话100个人能参加会议。那如果组织那个组织会议的人能换页面的话，其他的画面上也出现同样的那一页面。还有可以写笔记，如果想强调这一部分的话，可以画线条，可以你看可以看得出来，其他的画面上也出现我画的线条，也可以留下 memo 的，这样可以能提高会议的效率，提高会议的集中度。